金葵公主此番上天，舟车劳顿，天后特设此宴，为公主接风洗尘。待金葵公主适应天界生活之后，再与友情行成亲大典。初次见面，本宫给金葵公主备了一份见面礼，你们其他人就借金葵公主的光，一起享用吧。开宴。金葵公主，请。只是请进。公主有所不知，此乃上家亲戚，是母神特地遣人去西北天境疾风采气所得，比蟠桃还要珍贵许多呢。不就是喝个西北风吗？吃这玩意儿不会被饿死啊？为神者不食五谷，西风引路，方能成云气，遨游于四海。喝个西北风还这么多大道理。葵公主，这清气不仅可以代替人界食物的功用，还可助你排除浊气，早日修成仙体。清葵公主可是身体不适？没有，我们人族食五谷，所以初食清气，身体有些不适，负了天地天后美意。无碍，本宫料到了这些，让人为公主做了些准备，拿上来吧。还是母神想的周到，这下嫂嫂喜欢了吧？为什么还是有极寒之感啊？如何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上家清气幻化而成，像极了你们人间食物的模样。你可还喜欢？我是躲不开这西北风啊，甚是喜欢。此物可以缓解思乡之情，甚是美味。多谢天后美意。我想离开天界。